他说他的书啊，我的书给他妈妈看，87岁，眼睛不好，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看，撑到最后看完了。他说我今生这个看这本我就很值得，但是还想看，我已经没那个力气了，眼睛也不让他看。然后要做心法，我已经87了，我也没办法 concentrate 了，那可能就等来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有本事，这个体力各方面都在好的情况下，你就别浪费啊，赶快让自己精进，对不对？你说等到明天，明天不知道，Who knows，对不对？很多健壮的人，明天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没那个精神体力。所以抓住今天，去把很多的事情能够落实的迅速落实，好，能够提升。政务啊，讲的经常让人家觉得好像很遥远，是不是？什么政务？那好像都修行山住在山洞里面的人讲的。现在我说政务就是把它落实到你的生活，做实验，然后看到结果，知道这一条讲的的确是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结果跟它相吻合，然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，就是政务。然后你的逻辑不会在未来一下上一下下的不稳定了，就对于这一条就是很笃定的，这就是政务。你能够在平常很笃定的，你离开舞台前啊，要往着中阴身走的阶段，你一样很稳定，因为这个逻辑它跟着你的灵魂好，走下去。那现在是不是一条一条的，等于是赶快的把它纳入我们的这个 property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，哇，今生看我们自己要怎么选择。你可以跌跌撞撞、似懂非懂的过了一生，下一辈子来还是跌跌撞撞、似懂非懂。你也可以在现在做了决定，然后很清楚的把你今生的功课迅速的在最快时间里面把自己提升，然后让你生生世世都能够由你自己的智慧为主导去往上爬，这差很多耶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说什么礼拜三晚上跑去学中医，我就不懂了，他学中医是他学中医重要，还是他这个灵敏提升重要？是不是？他说很难得人家的免费，然后让我们去学灵性提升了，今生没学中医，下辈子来也还可以学，对不对？灵性没有提升，现在学中医，以后也不一定用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智慧的问题。Catherine，我本来想去旁听的那个课，顺便点点你，顺便点点你，所以灵魂这个东西，既然跟着我们生生世世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要知道，在这一刻，我们的灵魂，它善良善良到什么程度，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，或者是带学带学到什么程度，你应该知道，等待学习，